欢乐的唱跳抖肩，仰天祈雪。一夜风雪之后，我们多年的等待终于上达天听。在此之前，三六九山庄的厨房是向导雪山组曲的练唱教室，连圣能线上学得的耷拉盖都找到一场误会后的心结。雪训的前辈带着学员下山了，珍重再见的道别气氛中，一阵斜风急雨，那场扎扎实实又笃定的瑞雪下下来了。我们被黑森林中穿高跟鞋的美丽精灵魅惑着踏雪入林，这是不同以往的冰雪森林，童话里梦幻的姜饼屋还没出现，倒是向导把大伙儿先带入一个以梦占卜的吉凶境界。天亮后，我们竟然又走入另一个银装素裹的雪白大梦。今天的天气有变化无常啊，一下下雪，一下又下雨。那刚刚又下太阳雪，出太阳然后又下雪，对啊，很难得。所以我们在等待的时间呢，就来赶快欣赏神农大哥在春节期间还有来到这边拍了一些照片啊，遇到一些光影还不错的影像。哦，下雪的话，志工有没有特别的任务啊？举个例子，像我们刚上来的时候，山友反映啊，也是志工交接反映，哎，三六九已经三天太阳能没办法供电了，那我们到这边以后呢，马上就看了一下屋顶的太阳能板，就发现它积雪整个覆盖着，所以我们也是增加了自己的一个志工勤务服务范围，就是上屋顶三六九的屋顶去把太阳能板上的积雪把它清除掉，清除掉当天三六九就恢复供电，三六九说恢复光明，有电跟没有电他们觉得方便性差很多。这种工作可能在台湾来讲只有在雪山才看得到，一般我们看到新闻画面都是欧美或日本下大雪要拿铲子铲家门口的雪，对，才能走出去。那在三六九这边也要爬上去清除这些雪，对，我那也是有一点危险性的，那就会滑。对，所以我们先看了固定点，架了确保绳以后，所以需要点胆识，然后就登上屋顶。这是独一无二的工作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很特殊的一个志工服勤项目内容，我们也有一些照片的记录。有照片的记录啊，这是就站在三六九山庄屋顶上，站在这屋顶上，然后这样爬上去，确定这个确保绳的安全性，然后就登到屋顶以后。我的雪这么厚啊！对。所以它太阳能板整个被覆盖着以后，它就没办法进行充电。那所以说有两三天没办法正常供电，那我们就看到研判状况以后，就逐片的把太阳能板上的积雪做清除。清除完当天晚上就大放光明。我们今天下的雪量还不够啊。像之前的雪，整个屋顶我看着这么厚，哇，你就爬上去小心了，我不想就滑下去。对，所以我们架了确保绳，然后才进行志工的服务。志工真的是十项全能啊，又管电。管雪，对，因为这个各种情况都要会。电也是志工自发性的，那个时候有一个计划案叫做点亮圣能线，从桃山三屋、新达三屋、苏密达，然后雪北三屋到翠池三屋到三六九其他山庄，它的太阳能板基本上都还是可以正常的供电，那但插在蓄电池，它的功能可能已经不行了。那就志工也是自发性的，募集有意愿有时间的志工，背个电池，每个三屋逐一去检视它的一个电池状态，更换电池，把它的功能恢复回来。那所以我们这边也说，这个服勤呢是恢复它应有的一个功能，提供山友在山庄的一个便利性。真的不容易也不简单啊。那在雪季拍到的一些照片呢，可以看一下雪季拍到的照片，也是我们提到的是光影特别漂亮的照片。因为上次也是在三六九山庄要出发前看了神农大哥这些作品，哇，这是新的作品。这是在黑森林里面，就在黑森林，也是黑白的黑白的，在9K 那个位置看到那个美景。等是有阳光从上面穿透过来，加上了雪面反光作用，所以它整个的树形就感觉光影非常的漂亮。那另外一张是在雪山主峰，也是玉山圆柏的白木，
枯木，它特别有那个意境。对啊，它的枝条扭曲过来，弯下来又转上去，上来指向天。对，而且是一个很优雅的一个姿态往上指向天空。之前也没看过这个。哎，对，之前全然没有看过这个角度，今年在主峰突然间一个回眸看到。就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景。可是我们来八次应该还不算多了，还好。成龙大哥来那么多次，都还有一些新的事物在发现，陆陆续续可以发现的，就在我们这个整个雪山的范围里面。对啊，翠池方面的有吗？翠池，翠池是最近的浮潜也有拍到一些翠池那边还不错的一项。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翠池的它的一个积雪，哇。真的是就在门口积这么厚啊，感觉就是在欧美或日本才看得到。哇，这雪真的积得好厚。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刚刚的那个餐桌那个高度，然后它就像是这样的一个积雪。哇，真的是很厚。那我们今天先一睹为快，先品尝起来。我们这一次过去翠池也有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雪量虽然没有春节期间那么大，但是今天的水汽下的雪量，我们在翠池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番的银白色的世界。哇，然后这是从门内往外看，然后我们看到玉山圆柏，就是要这种感觉，下面是白色的积雪，圆柏天空是蓝色的，这样的景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是可遇。你看我们每次来到三六九，你看今天来又下雨了，所以虽然来了那么多次啊，都不见得能够遇到真的很好的天气。所以说一直不断的在雪季拍摄记录，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啊，因为我们一个雪季浮潜一次就是八天。对，那持续不断的在这个浮潜过程当中，除了说正常的勤务之外，我们就是有时候自己的心思会去发现，这个沿路上虽然走过了无数次，还是会有很多不一样光影，它可以衬托出来的美景。那还有发现造型不同的圆柏吗？有，造型不同的圆柏也是在翠池往翠池三叉，也就是大角涧的方向的地方，它还有一株。也是树形特别漂亮的圆柏，哇，哇，这好像一个双手展开，双手展开，然后曼妙的一个舞姿的一个呈现，对，很像在跳舞，跳舞。那这个圆柏也是彩带在跳舞，千年的圆柏，很飘逸的感觉，是，对，手感觉有在律动，它的线条表现出来，就像什么大哥说的，跳舞曼妙的一个仙女，然后甩着彩带的造型真的好奇特，也是一样，就是一个转头一看到就会觉得，爱摄影的人都会觉得。就是这一张了，赶快脚架取景。对啊，这是成龙大哥的装备里面，看他在前面挂一包啊，那就是他的秘密武器啊，那台相机一定要带着相机又带上来了，不过真的蛮辛苦的，要一路就要飞上来。不会啊，希望哦，就是说能够记录美景，不要错过美景，术前都会感动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讲翠池的魅力所在，会被他吸引住，想要一来再来。所以我们就跟成龙大哥又约定了，雪季一定要再来翠池。对，这一次我们刚好，应该说天公作美，我们可以看到真正银白色的翠池啊，玉山圆柏。希望作美。我今天，在外面好像又变成在下雨，稍微辛苦一点。对，上去哇就很冷。等待一下吧，只好这样等待吧。在零度上下游移的刻度，操控着忽雨忽雾忽雪的天色，山就像神龙用哈苏拍摄的照片，干净的黑白两色。麦哥的心跟着天气变幻摆荡，幸好神龙总是气定神闲，一如他在神龙小组丰富沉着的跳伞技能和经验，又如他坚持使用底片的哈苏摄影器材，厚实精密又耐用可靠。点亮圣棱线的计划，在五月初点亮霸南山屋后，山友行走圣棱更加的欢乐了。我们太阳，又有一点那个了。哦，可是他们也知道我们原住民的口齿的方面嘛。我又要被骂了。你坐在那边干什么？敲鼓。不了，现在长没有立场，因为我是助理，我今天是助理啊。尊重一下不好，那是助理呢。好，哎，过几天还有嘛？好，最后一套喽，最后一套开始喽。好，那个，不是三组的，那个，不是刚刚那个是。
有三个主角，不是你们的吗？不是，大家煮的呀。就是写他们讲的。我阿姨也要吃五命的。打了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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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海。就是很大的意思，哎呦，很恐怖的意思。哇，好像惊吓一样。哇哦。比如说看到，哎呦哇！哎哎哎，那个意思，那个意思。哎，可上次不是说是布农族？不是不是，没关系了，是已经已经燃烧到布农族。对，现在布农，你就把那个肉鼠带过去嘛。啊，肉鼠，我说部落看到看到怎样？对，我们现在我在部落走的时候，你说人家就看到，哎，打了哎，我也，我也，我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是要问那个大啊，我以为是布农族，对，不是，没有关系，就是而已嘛，惊吓的那种，没关系，国语翻译是的，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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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哇塞，也可以，也可以啊，哇塞，不能再解释了啦，都不能被骂死，太准了，你知道，除了你们部落的人在江里。还有我的铁粉也在讲，叫大光以后话少说一点。他们有的在留言说说，留言都被人讲的，哎什么哎，话少说太多事了，话少说都做事。还有没有叫你说？可是我现在部落他们说哪里他很会做事，都是煮饭啊。对对对。很冷啊，在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欢乐啊，哇，聚集了各方来的英雄好汉，哇，很热闹哦，哇，不过万绿丛中一点红啊，哎夫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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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谁？你是的，我是游命，那游命的太太，来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南乡立行村马里巴。哦，马里巴，哦，上次去爬白鹿大山有经过啊，有哦，他们唱歌很好听的哈，所以你们夫妻现在就在这边工作？对，哦，所以跟阿青，那合作的不错哈，这对夫妻不错。在我的认知了，他们是太阳组里面蛮认真顾家了，小孩子也是顾到100分了，有吗？有。那谢谢你们夫妻啊，谢谢哦，他们大家都吃得很好，吃得很饱，谢谢你们，再有力量去爬雪山。有。那要不要唱首歌，大家热闹一下？好。海亮亮啊！哎。一起协助嘛，好不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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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送你爱的礼物，我祝你幸福。无论你在何时，无论在何处，莫忘了我的祝福。
善念我们的祝福。攀登武陵四秀有两座山屋提供山友住宿，海拔3280公尺的桃山山屋是其中之一。桃山山屋配置了19个床位，供山友线上申请。同时，因距离桃山顶仅仅200公尺，大约10几分钟即轻装登顶，可悠闲等待日出，或在山屋前的木桌木椅惬意欣赏大坝群峰。可是老师进来将通过没有任何遮蔽的雪山东峰三东岔路口，仍在369厨房中练歌欢唱的向导们，真心期盼老师们下山前能在不同的山头和我们一起遇上即将到来的三月雪。虽然大伙儿终于搞清楚耷拉盖的意思，但还是叨念着阿青混淆视听，毕竟大陆林道布农族语教学以来，耷拉盖已经是 MIT 台湾制的精神口号之一。即使屋里的热情足够将寒冰融化，但每个人还是感受到了屋外就要有变化。三月里的小雪，淅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三月里的小雪，淅沥沥沥沥，沥沥沥沥沥沥，真的下雪了哎！有吗？哇，简单了啊！
今年第一次看到雪啊！呼呼呼呼呼呼呼！雪在夜里滴雪，淅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大夜里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下个不停。小溪在盼望，小溪为水流。爱家的满怀寂寞，请我歌小曲，代表最真那一个爱人的心。三年里的小雪，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三步。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哗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雪为谁飘？可是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雪，请问小雪，谁带我追寻？原来这个叫小雪。快喝一杯！快喝一杯！啊，雪山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好高兴，好高兴！下这个三月雪啊，很难得啊，三月下雪了，哇，太嗨，太嗨了！太嗨，太嗨了！哇，这雪啊，越下越大，因为气温一直在下降中哦。早上还有5度啊，那现在已经快接近0度了，这个雪的样子就越来越像雪了，就感觉它就飘飘的这样下来，而且很大哦，所以大家都很兴奋啊，乐不思蜀啊，还不出发，啊，真的下雪了，很嗨，只有在雪山才看得到这样三月雪。哦，是哦，是哦。起！
这是2018年春天惊蛰刚过两天的三月雪，节目播出的此时已经过了节气芒种，相差30几度的冷热交融，让人想到每逢雪季，合欢山上兴奋地打赤膊、捶胸呼吼的观光客。不过肩也倒了，舞也跳了，热身完也该出发了。比飞还要累，疯掉了，疯掉了！比飞还要累。大家看到这个降雪啊，就疯掉了，哇，真的太嗨了！大家在等待这个天气啊，这个雪，哇，越下越大，本来想要出发前进的，谁看这雪这么大啊，实在有点犹豫啊。不过不管怎么样，看到这样的大雪啊，真的是很高兴，也很欢喜，能够拍到这样的雪景、雪花飘飘的景致哦。在台湾是很难得的，所以拍起来都值得，赞啊，真的赞。池友山在武林四秀中，因附近有新达池、雅美池和品田池等高山水池而得名。其中新达池位于海拔3166公尺的新达山屋一侧，是个看天池，两层通铺、34个床位的新达山屋，雨水蓄水及生态厕所设施完善，并有志工定期维护和修护山屋，是歪胜、欧胜、秀霸线纵走的重要休憩站。装出发，没出发了。哇，山头都白了，对，雪线又更低了。对啊，刚大家很嗨哦，已经跳了这个舞啦，都热身了。那现在就是决定要出发去追寻这个山羊的脚步啊。不过我们本来是今天要预计到翠子啊，但是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就在等待一天。那明天听说天气就比较好了，明天天气比较好，明天早一点出发，越过主峰再下翠子，走起来也不会像今天这么累。哦，多了一个猎人啊，学弟来了。对，私事已经忙完了，私人的事情处理好了就赶上来了。哦 ，OK， 哦，哎，你今天有没有带闪灰来啊？有，这里面，有哦，闪灰哈，这个神龙的头盔还是很特别哦，还有一个闪灰在这边呢、啊，这是把它钉上去的。对。OK， 现在雪应该已经下的比较低了。对，雪线按照目前来看，雪线已经到了3000公尺。那因为今天天气比较不好，站在我们志工服行的立场，就是在天气变化比较剧烈的时候，都会跟山友建议注意天候，不要勉强。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选项。对。Okay.所以我们也是挣扎了很久了，是，就是说也不要勉强，对，就是再多等待一天好了。嗯、好，阿俊，对，好，那山羊在哪里？知道、哦？过去以后第六棵树那边常常有一只山羊。第六棵树这样。对。OK， 好、嗯，那我们先去拍黑森林的雪景，那看看山羊在哪里。嗯、OK。好，那我们就出发了。好。去了。山永远是山，原住民永远是原住民，无论往哪里去，无论如何流浪，原住民永远是原住民。
愿祝你永远是愿祝你，无论我哪年纪，无论我流浪，愿祝你永远是愿祝你。月山山外，月山山外，愿祝你永远是愿祝你。加油！哇，雪线越下越低了哦。早上的时候啊，看那个雪是下在棱线上、山头上才看得到这雪，白白的雪。那现在整个369山庄后面这个草坡啊，现在都覆上一层白雪了，像撒糖霜一样，越积越厚。那如果入夜温度再持续降低，这个雪就不会那么快化，雪就会越积越厚。因为目前在369山庄这边比较湿啊，所以雪下来很快就化掉。那现在看来是慢慢在积雪了，越积越厚。哦，有雪训的队伍下来了。OK， 加油，加油，来。一起快点，卡住上步，冲啊！哇，你们好，哦，教练好，哦，今天雪训完了。今天结束了，上面的雪况怎么样？非常好，雪很大，雪很大哈，很大。因为你们一早上去嘛，应该有遇到下大雪。很大很大，现在更大，现在更大，一直在下。那现在从哪边开始就有积雪了？哦，那个黑森林就有了，黑森林就有了。对对对。哦，那你们今天是在哪里雪训？我们在村谷，村谷快到雪峰的地方。哦，所以今天还没有要上去？没有，明天，明天要上去。对对对。好，那我们明天就。一起上好了。好，今天天气上面应该很不好。非常不好，风很大。对，风很大。雪训嘛，对对，这种天气的话，刚好来训练了哈。对对对，哇，辛苦了，辛苦了，加油加油。今天在上面雪训的状况如何？很棒，很棒。对，暴风雪当中，然后再雪训，真的，就符合条件，然后这样的状况之下，又觉得真的训练起来很扎实。很扎实哦，好，加油加油，下次就换你们带队了。哇，那今天感觉怎么样？滑落自重很好玩。今天学了哪几招？滑落自重，然后不同的跌落，然后叠绳队，然后不同的那个风了。对。所以明天有没有信心上主峰啊？明天好天气，有。有哈。有。好了，加油了，明天主峰见。主峰见。哎，还好吗？很 OK。今天学习的怎么样？很棒，很棒，学到非常多。因为在台湾本来就对雪不熟悉，来这一次的上课很棒。这样子哈，好了，加油了。谢谢。哇，应该这看起来应该是教练级的。助教。助教哈，哇，辛苦啊！今天这样雪况应该不错哈。今天雪况不错，这样训练起来应该是蛮好的。嗯，对，这样子哈，加油加油加油！对，加油加油！后面还有人吗？有有。没有啊。哦，还有。真的哈。好，剩这几个而已。好，加油加油！明天应该可以上去了，没问题没问题。好。来来来来，下雪了。呜。加油！辛苦了。好，你们去哪？我们去走走。走吧。三。他那个很拉黑。下雪了。即使才一个上午学了几招，
看得出来，这几位雪训队员仿佛已经是来自雪国的战斗子民，战力充沛，信心饱满。我们欢乐唱跳时的那场雪，对在海拔更高处的他们来说，真的就像暴风雪等级。麦哥面对这群冰斗归来的悍将，只能微微地说：“出来走走，希望黑森林里也有穿高跟鞋的山羊出来晃一下。”连接雪山主峰到大坝尖山之间的圣棱线，海拔高度都在3100公尺以上。其中，距离雪山主峰6.3公里的素密达山屋，海拔高度约3500公尺，水源来自雨水收集。枯水期离山屋最近的水源也需要1个多小时的路程，行前应打听山屋的水源状况。终于走进最具异国风情的雪山黑森林啊，就像下着雪一片这个银白世界哦，感觉好像在北欧的感觉哦。是啊，因为很多的山友来这边，他们的心中就是第一眼会愣在那里。为什么愣在那里？被眼前这一片美景吸引住，他们的心中就是好美，好像置身在欧洲小镇里面那种雪景，非常漂亮的雪景。尤其现在刚下过雪，这是新雪，就像面粉撒在这地上啊。像松松的感觉，非常的漂亮哦，感觉就像一片雪白的地毯。那因为我们之前夏天来、秋天来，它是另外一种风景，地上是有一些苔藓啊，是绿色的绿色地毯，那现在是铺上白色的，是这种感觉又完全不一样。而且可以亲眼看到雪花飘落的话，那个又是不一样的一个视觉享受。对啊，这是新鲜，完全新鲜的雪。那山羊。应该就在这附近里面跑来跑去吧。他正在这附近活动。对啊，看看猎人在前面走啊，这边观察，在追踪山羊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没关系，我们再找一下子，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再回山庄，那明天再进来了。好。阿庆，有吗？有。羊呢？因为刚刚那群雪信了下山了以后。可能山羊有比较敏感哦，他们看到人或人的声音，他们就会跑。一般最容易看到的地方就是应该像这样枯倒木、树洞的地方。现在这个蛮干燥的，如果下雨下雪的话，它躲在里面非常的舒适，所以在这边遇见他们是非常的，机会非常大。哦，就是山羊会找一些树洞。对，会躲起来这样子。那像一些岩洞呢，山洞也是一样，就石洞里面，只要干燥，它们就会躲在里面了。它们也会怕冷。今天下雪，羊会不会就躲起来了？因为现在已经过觅食的时间了，它们就是要找树洞或岩洞里面休息。哦，它们大概什么时候觅食？晚上它们就要出来觅食。山羊是属于夜行性动物，是晚上出来活动。对，它们是出来活动。可是黑森林的不是说白天都会在这边逛吗？白天它们只是运动运动，伸懒腰而已。还有，它们一大早如果太阳一升起的时候，它们很喜欢面对着太阳。对，日光浴。日光浴，它们喜欢。晒太阳啊，对，跟人一样喜欢晒太阳这样。我们布农族叫 Mindo Valley。哦 ，Mindo Valley。对，就是他们要晒太阳的意思。晒太阳。Mindo Valley 是指山羊，他们会 Mindo Valley。哦，就是他喜欢来晒太阳。对。那猎人，你常在山区活动嘛？那山羊活动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呢？像如果说在做中级的话，他们都喜欢在靠近岩壁的。岩壁。像这个在这一带的话，像这一块区域都是属于算整座山羊的栖息地啊，包括圣林线那一条路线几乎都是。都是啊。哦。所以像整个黑森林应该都是它的活动。对，它的活动范围。包括到千谷上到主峰那些
那个路线都是。真的哈、哦，这真的要有一点缘分啊，有点运气，然后能够遇到这个长鬃山羊、哦。有时候你刻意来找一段反而找不到，有时候你无意间只要去登主峰啊，不小心就看到了，甚至很多人就拿手机就拍到了。那像我们今天来这边这样找啊，看一看，也不知道是时间的关系还是气温的关系哦，你有没有看到山羊活动？哦，没关系啦，就是风风雨气。那明天我们还会再进来一次，因为我们要上主峰嘛，所以还会经过很多地方，都是台湾野山羊会活动的地方啊。我相信有缘分一定会遇得到的哈。有嘛哈。所以今天晚上要睡好，睡好的时候有做梦的话就有机会，就可以去梦张看看有没有。好，那今天晚上大家梦一梦啊。像我们这连珠米，尤其是布农族狩猎的当前一天晚上，你只要做梦梦到有跟女人的关系啊，绝对是大丰收的，越血腥越好。对，越血腥越好。你说有血腥的一些事情，跟要跟异性朋友有血腥的关系。那、如果太欢乐的话，比较不会，因为你没有背东西就很欢乐，当然就蹦哭，那个就蹦哭。反方向。OK， 好，希望今天布农族的朋友们能够梦到血腥的画面。嗯，OK， 那我们明天就遇到山羊了。嗯，好，哎，有稍微亮一点哦。好，那我们再走一走看一看呐。好，打那个。一个是话术高超的布农猎物形式鉴定员，另一个是寻找动物的高手。尤其是布农族的梦占，虽然需要像他们族人一样的智慧和经验才能解梦。但每个人都感觉得到，黑森林的某处角落正有一双炯炯目光侦察着我们。果不其然，猎人发现了隐匿在冷杉树上的白面鼯鼠，这就是大家喜爱拿来呼喊的亚比。亚比是泰雅族语，只要是飞鼠一类都可以叫亚比。反正是出来走走，不如早早返回369山庄做梦，看看明天的雪中行是吉是凶。圣棱线上红瓦斜背的雪北山屋，海拔高度3590公尺，两层楼的钢骨构造，可以容纳25个床位。平日有储水桶收集雨水，枯水期必须背水上山。雪北山屋距离雪山北峰约400公尺，周遭高大的玉山圆柏乔木环抱，有高山童话梦幻小屋之称。欢乐的奏乐声通常在登顶成功时才会发出，一大早大伙儿除了弥补前天登顶雪山东峰时暂时遗落的记忆，同时也是为了赞颂朝阳乍现的刹那，为了眼前这片银装素裹的皑皑雪景。夜里大家都听到山屋外狂吹猛打的风雪，此起彼落的鼾声，感受到越来越低的温度。麦哥想象着布农向导的梦里头，不知是否正上演所谓血腥的画面。直到清早张开眼睛，我们知道今日出门一定大吉。